北京时间1月3日， Amy Ariana Grande 和男友 Richie 在纽约外出逛街被拍， Amy 与伴舞演员瑞奇阿尔瓦雷斯恋爱，两人交往1年后于2016年分手。先前有传言 Amy 的月光 Moonlight 和真爱 True Love 这两首歌曲的灵感就源自于他，所以说足以见得这个前男友对 Amy 的重要性。这回在拍到照片中看来， Amy 和前男友一路都是热聊，看起来十分的亲密，所以也有很多人都在猜测 Amy 会不会是要和这个前男友复合了。当然也有人指出 Amy 很有可能只是和前男友作为普通朋友出来叙叙旧，这也不是没有可能的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